姚主席亲自指导王哲林，王哲林本场比赛能有反弹吗？王哲林登场之后眼疾手快，一个抢断一条龙上篮。迎来全场球迷的呐喊，但王哲林脸上没有任何的笑容，非常的冷静。打进之后，乔尔杰维奇也为王哲林振臂欢呼。第二节一上来，王哲林在篮下再拿两分，姚主席欣慰地笑了笑。下半场王哲林罚篮两罚一中之后，姚主席不满意王哲林的动作，在下面讲解着。本场比赛王哲林拿到9分，对阵中国台北，大家觉得表现怎么样？咱们还要继续喷王哲林吗？